一起来认识健康午餐。三、二、一，均衡饮食佢最得。明仔、琪琪、Jackie 同 Zero 系嚟自健康饮食星嘅健康小队，佢哋知道好多有关饮食嘅知识噶。你哋好，我叫 Jackie， 佢系 Zero。又到咗午餐时间咯。咦 ，Miss， 我唔食午餐啊，我要玩啊。明仔，你知道吗？均衡午餐可以为我哋提供每日所需嘅营养同埋能量，对我哋好重要噶。吓，真系噶 ，Jackie 啊，我想知午餐点先至系均衡啊。好简单啫，只要记住三二一就得噶啦。三二一，即系话午餐入边嘅食物要包括五谷、蔬菜同肉类。而佢哋份量嘅比例系三比二比一，三比二比一点计噶？嗱，我哋可以将个午餐饭盒平均分成六格，五谷类比例就最多，占三格，佢系身体能量嘅主要来源嚟噶。蔬菜就占两格，可以为我哋提供好多嘅维他命同纤维，肉类只要一格就够啦。哇，琪琪，你睇下。个饭盒入边啲食物好吸引喎，睇嚟好好食咁喎。系啊，而且营养仲好丰富添。咁不如唔该一个健康午餐，一齐嚟认识健康午餐。午餐材料选择多，食得健康笑呵呵。明仔，你知道吗？有个均衡午餐饭盒可以分成六格噶，五谷类嘅比例最多，应该占一半。即系占三格咁多啦。咁边啲食物系属于五谷类啊？等我睇下 Zero 啲资料先。哦，五谷类食物嘅种类有好多，好似我哋日常进食嘅白饭、红米饭、米粉、蛋面、乌冬、意粉、上海面、拉面。面包、薯仔、燕麦片，而蔬菜类嘅食物品种亦有唔少噶，应该占一个均衡午餐饭盒嘅两格，好似白菜、菜心、菠菜、西兰花、野菜，各种瓜茄类就有冬瓜。脆肉瓜、番茄、茄子，仲有根茎类，萝卜、金笋、豆类蔬菜咧，就好似四季豆、荷兰豆，唔好唔记得，仲有菇菌类啊，冬菇、草菇、蘑菇。六格中最少嘅就系肉类啦，只系占一格。呢格子肉类咪系肠仔、火腿啊、衣肉同埋鱼蛋咯。如果有埋排骨同鸡翼就更加好啦。虽然呢啲都系肉类，但系加工肉类同腌制食品含有好多防腐剂同埋过量嘅盐分，最好就尽量避免啦。呢啲排骨同鸡翼嘅脂肪比例较高，食得太多会影响健康，应该少食为妙。选择肉类嘅时候，我哋应该拣啲低脂肪嘅肉类，好似新鲜嘅瘦肉、鱼或者鸡肉咁。记住要帮啲鸡肉去皮先，因为啲皮含有好多脂肪，唔应该食太多噶。系啊，呢啲低脂肪嘅肉类唔单止健康啲，仲一样咁鲜味好食添。仲有啊，鸡蛋、豆类都算系肉类嚟噶，因为佢哋都系同肉类一样，都系含有丰富嘅蛋白质。咦，我都听妈咪讲过，材料新鲜系好紧要噶。系啊。叻女，睇下我哋仲可以将唔同嘅五谷、蔬菜同肉类互相配搭，喺食正餐嘅时候，咪有好多唔同嘅口味同菜式咯。三二一，均衡午餐就系咁简单。冇错啦，无论我哋喺屋企、学校定系出街食午餐，都要谨记三二一啊！加五谷两格菜，加
嚟认识健康午餐。煮食方法好简单，用蒸焗焯就最啱。之前我哋学过一个饭盒嘅比例啦，咁我哋又睇下煮健康午餐嘅方法啦。好啊好啊，咁点样煮先至健康啲啊？睇下，我哋可以用蒸。哇，啲水蒸气有埋食物嘅香味啊！系啊，因为用蒸嘅方法可以保留食物嘅水分，咁食起上嚟嘅时候就唔会干蒸蒸啦。或者灼，即系用热水煮熟啲食物。灼嘅时候乜嘢调味料都唔落，咁咪冇味咯。其实食物本身有自己嘅鲜味，用灼就可以保留翻晒原汁原味。仲有焗呢种方法，好香喎、焗都好嘢味喎、咦，咁用蒸、焗、灼边样好啲呢？视乎每个人嘅口味同喜好而变化啦。其实呢几样煮食方法用油量都比较低，所以较为健康。另外，午餐所用嘅芡汁同样都加入咗唔少嘅盐同油，所以千祈唔好进食过量啊！送饭嘅芡汁最好就系分开摆放，有需要嘅时候先食，咁就至醒目啦。煮嘢食嘅时候只需要用少量嘅植物油就够噶啦。咁你哋以后拣午餐嘅时候就唔好净系拣啲煎炸嘅餸菜啦，食得健康啲，人都醒目啲。一齐嚟认识健康午餐，饭后选择多到数唔晒。哎呀，好饱啊！个午餐好好味啊，亦都好好喝添。哇，咁多饮品，拣边样先至好呢？唔知饮咩好，不如试下水啊。吓，净系饮水咋？你唔好睇小水啊，水系最天然嘅饮品，佢不单止可以帮助消暑解渴，而且仲系身体必须嘅添。咁除咗水之外，有冇其他饮品可以拣呢？天然的鲜榨果汁都是一种好的选择来的。我们还可以将不同的水果榨汁，每种水果都有不同的味道和营养，各有特色，一起来试下。哇，好新鲜，好多款式、啊、当然啦，将整个水果吃了比榨汁更加好，因为可以增加多些纤维，所以除了饮品之外，吃完饭还可以吃新鲜水果，那就士多啤梨、苹果橙、香蕉、西瓜任你选啦。 Jackie 说得很对，水果含有丰富的维他命，可以帮你们增强抵抗力，令身体更加强壮，那就没那么易病了。哇，真的有很多选择、还好香好好味添。那我们以后在吃完饭的时候都要吃一个水果先。小朋友，我哋学识咗乜嘢先至系健康嘅午餐？记住同屋企人讲。总之，无论系自己准备嘅，定系拣饭盒供应商嘅午餐，都要记住3、2、1啦。